就会啦，就会啦。那我们现在掌声欢迎纪晓君。好，要放炮了，都要握倒的就握倒，全部也放炮。彩排的时候开始下雨，为什么我的命运就是要跟那个雨要结合呢？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其实十几年来，我只要一出场唱歌就是会下雨，怎么办？你是嘴巴甜哦，我是雨女，好不好？所以刚刚我跟浩文就有在讨论说，那个陈建年是不是有在潜入现场？因为他也是，我们是一起的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的乐手，掌声鼓励，让我们出场好不好？没看到，看到哦，我们的。你看他们的手，看到他们的手，看到他们的手，这是错误的，因为我们的年纪要开始了。从外地要来跟我们一起跳舞的朋友呢，要把你的手打开，要这样，知道吗？不要每次都跟我们跳说，哈，耍的我哈就拍跳的你哈，就生哎哦，还这样子，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，手背会断掉没有？人家拉到哪里不晓得，然后可能这边肌腱炎啊什么之类的，不要再吓好不好？拜托你，我先唱完好不好？亲爱的爵士七哥，可以让我可以唱完歌，然后再下来吗？要让我们的歌迷淋湿了。就过去了，有雨再小一点。
水吗？亲爱的，接下来这首歌是我2007年的时候一首处女作，一首歌舞剧叫做《蜘蛛女之吻》，然后我里面饰演了四个女主角，然后这首歌叫做《我曾经爱过一个人》。这首歌呢是汪普森老师跟那个黄韵老师所做的一首歌曲。你看他又在哭泣了。这首歌很悲哦，我有量身听说这首歌曲，然后佳慧姐彭佳慧她很喜欢，就把它收录在她的专辑里面，所以我唱的歌词是在那个剧场版的。想到真爱也有难解的恨，我曾经爱过一个人，I'm not afraid to see.